陈绮贞31日在台北出席联合劝募活动，担任爱心大使。她9月在音乐节演唱，有网友发现她手上除了装饰的戒指，左手无名指疑似戴着婚戒。她与钟成虎爱情长跑17年，对此她否认结婚传言，笑说：“我还是陈小姐，不是婚戒，是当天买了新戒指，而且刚好只能戴在那里。有好消息一定会跟你们说。”陈绮贞日前忙着筹备年底新专辑与1月台北小巨蛋演唱会，适逢出道20周年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